把肉末塞到豆腐里出锅就成客家特色美食，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吃过，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。首先准备2块本地嫩豆腐，用刀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，把它切的大小均匀一点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好看。做嫩豆腐选择嫩豆腐口感会更好，全部切好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一块回瘦相间的猪梅花肉，肉馅要带点回的口感会更嫩。用刀把它切小块后，再把它剁碎碎的。全部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。然后准备一把小葱，把它切成葱末，全部切好放入肉末里。接下来给它调一下味，倒入一勺料酒、生抽、适量的胡椒粉，再用手把它抓拌一会儿。把肉馅抓拌至上筋有黏黏的状态即可，然后再倒入一勺淀粉，使肉馅更嫩。再充分的抓拌均匀，放一旁备用。碗中倒入少许盐、一小勺白糖、一勺生抽、蚝油、几滴老抽调色，再倒入一勺淀粉，然后倒入小半碗清水。这样一碗简单又好吃的豆腐酿肉的调料汁就做好啦。把它搅拌均匀，放一旁备用。切好的豆腐片用刀在中间划一刀，然后把腌制好的肉末塞到豆腐里，再用勺子抹平整。从中间切一下，两头不能切断了。两头切断了，下一步就不好操作了。表面要把它抹平整，严实一点。全部塞完就可以下锅煎了。平底锅里倒入少许食用油，油温五成热，放入豆腐煎。先用中火慢慢的煎。全部放入后，把锅晃动一下，使它受热均匀。煎至一面金黄后，把它翻一面煎，要把它煎至两面金黄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啦。然后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，再大火把它煮开，再盖上盖子，中火焖煮2分钟，把豆腐焖煮至入味。再撒入一些葱段，既好看又好吃。最后收至汤汁浓稠即可出锅。这样非常简单好吃的豆腐酿肉就做好啦，色香味美，豆腐也吸收了肉的鲜香味，真的超好吃。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。我是明轩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